我已经说给超远，买给精油15%，啊，这个部分就为我这边搬过去。姐嘛，啊，金玉只是你的客早嫁呢，啊，你买好遐济啊？阮就是想讲，恁的烦恼重要是阮的客查某囝，以后阮就无小意。为了要让恁安心，所以我跟曹源都同意安尼做。啊，新品哦，有10%，重要15%，两个查某囝的股份加上营业的部分，然后阮万海金融就有30%伫咧恁迄边。以后咱只要是真正的亲上加亲，做啥物代志拢爱相听。因一拳头，要让金玉这么多嫁妆啊！我在想啦，应该是万条远哦，想要透过伊这个客查某囝哦，来掌控你啦，先煞操纵咱武山集团，是讲信贤呐，你是千万唔通参像金玉所讲的同款呢。以后让我感觉讲，我不是娶新妇，我是嫁一个好生。结婚了后，都唔听听我的，要听某的。那你妈妈真正头壳有毛病哦。袂啦妈，靖宇不是迄种会坚持心理上的人。啊，不过即马有目较小天，我相信我会搁较紧，会当变作爸指定的继承人。金玉哪会穿婚纱？伊毋是来选订婚的礼服，而且这套婚纱哪会甲伊真喜欢的迄套婚纱就像的？我水某的，若穿这出婚纱，都参像《Angel 下凡》同款，清秀脱俗。以后一定有机会咱穿着。当年我挂伫个甲静玉温暖一转进程，暗中实现我对伊的约束，帮伊选一套甲伊梦想中的礼服差不多同款的花穿。想袂到5年了，伊阁穿同款同型的婚纱，看起来伊真正足喜欢的。唔对啊！伊奈记得伊喜欢的婚纱是这款的，敢是想起啥？还是我记唔对？两个心肝头窒窒。想袂到我的直觉这么准呢，哦，真正是你。哎，你是不是之前嘛捌安尼避开偷看我？啊，若无我乃一看到伊之后，就直接又讲是你啊。哎，迄不对啦，是讲你今仔日奶奶家。啊，因为我之前有送你一个手链啊，你离开时袂记得摕，所以我就。是我。其实拄则我看到的时阵，我蛮惊一跳啊，所以我紧看我手机内面的相片，小确定一下。所以当初咱两个结婚的时阵，我得穿这束婚纱。咱结婚的时阵，因为我的后生姊妹，我都接受我再婚，所以当初都委屈你啊，咱无办法的。你敢不是讲咱结婚的时候我无穿白纱？
那你是安怎留我这清白下的相片？因为有一届为着要替你完成，和你穿梦想中的婚纱的心愿，所以就趁我杂志访问的时阵，偷偷替你安排试穿婚纱，所以唔才有今麦幸福的笑容。你的相片敢会当摊互我？我感觉相片内底我看起来足幸福的呢，迄当阵的我感觉足水。当然嘛水啊，这是传说中的老公视角。这是我当初送给你的三角手链啊，我一直替你收好好，现在爱物归原主啊。我你当初是在替我添嫁妆哦？嘛算讲是安尼啦，你看你今仔穿这婚纱遐尼水，啊，这个三角手链啊，就适合你的。金玉，恭喜你找到属于你家己的幸福，我也可以功成身退啊！家风，金玉，你想要哭？啊是我都已讲唔对。不是，我只是永远当感受到你的心疼。你看，每个你心爱的人，只就送去跟别人结婚，你的心一定就疼的无。你唔通哭啊！我拢做好心理准备啊呢。我是来这看你笑的啊！啊，你若哭，我还敢做主席的啊？我真正有够过分的，我明知啊，你遐尼爱我，对我用情遐尼真，也毋过我煞你，要你跟我离婚，逼你才是我去爱着别人，甚至逼你也放下过去。我完全都无顾虑到你的感受。是想讲你无顾虑到我的感受，你敢袂去啊？咱去户政事务所签名的时阵啊，你嘛甲我讲过啊。卡斯讲，我若无做好心理准备，你会当等我啊？你看，你也是对我同款真大心吗？你讲你嘛搁咧替我找借口。因为我真清楚，那不是因为五年前一场车祸意外，我绝对相信你到今嘛也阁继续爱我。我跟他确定这点就够啊！莫怪，不过我一直想要试穿这束婚纱，因为这束婚纱是咱两个梦想当中。一定分开一部分。